感谢布袋戏社的老师及同学们带来活泼逗趣的布袋戏表演，透过他们灵巧的双手演绎出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故事，就如同夏卡尔躺进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见证了战争与革命，尤其是他的生命经验从犹太传统封闭的中国延伸到了自由的法国，借由生活中的创作美感，在画布上挥洒属于他戏剧性色彩的精彩人生。紧接着我们要欣赏的表演节目《奇幻魔术秀》，精湛的魔术手法会让在场的观众感到神乎其技，惊呼连连，就如同夏卡尔的画作《魔术师》，运用色彩作为魔术，在画作上经常可见拥抱或漂浮半空中的爱人，以及家乡元素，吊诡的与真实世界呈现截然不同的视觉感受。现在，就让我们屏气凝神，静静的欣赏这一场奇幻魔术。
师哈。接下来的这个表演呢，我看有没有同学呢，可能在我们的活动上有看到过，哦，那反馈非常好，所以今天我要再次 OK 给现场各位同学们看。那这个表演呢，是源自于古印度的一个传统幻术表演，那再加上了一些魔术师的修改之后，变成一套非常吸引的节目。那各位同学们，一样给我们热烈掌声欢迎魔术社同学们。使用的超现实主义画作手法不谋而合。